尊敬的智律法师，尊敬的智律同修，智律护法，大家早上好。阿弥陀佛。我今天想跟大家解悲事欢喜日的因缘啊，来跟大家说说话啊，先用这个三十五分钟。首先，我想跟大家来讲讲我出家的一点，而你这个因缘建立我们佛法，就是报恩感恩。那首先呢，我很感谢雪梨啊，定州学会啊，将近十年，大概十年了，机会来跟大家念佛。就算是纪念分两集，这个因缘我非常的感恩，而感谢大家每一次来到这里老夫妻讲经，不遗余力的都会来支持我。所谓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啊，这是一定珍视了我们雪梨定中学会我们的正居士啊，正太太啊，都在鼓励甚至于悟行法师，特别鼓励啊，在澳洲做这个永居，英文怎么讲我也不大清楚，就是 IP 吧。所以啊，来到这边啊，必须要学英文，要不然啊，跟年轻人啊，跟越南人啊，很难沟通。首先听说啊，政府已经批下来这个签证，四年住满三年，我还以为啊，政府起码可以在三个礼拜一个月之后才下来，因为一个月之后才下来啊，我才能够回忆你啊，处理一些事情。三十九天都已经下来了，拖来了拖不了。毕竟要住下来。没办法。但是呢，经过这个一年呢，我们听说礼拜六、礼拜天这里有公休，我说以后啊，以后如果有姻缘，在礼拜六、礼拜天跟大家借用一个时，一个钟头，一个钟头呢，我跟大家分享什么？分享观我要做的事情，
非常重要，尤其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这个智慧，对现在这个念头的人，也而且很大的帮助。如果有因缘呢，礼拜天，礼拜天跟大家来接这个缘，就是以观无量寿佛经里面的重要性，我跟大家分享。这一部经非常重要啊，除了无量寿经、弥陀经，那这一部经啊也是非常的关键，让我们啊念地名号能够很大的作用。只感谢我们决议进入协会，对同学们、对义工，给我们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在这里呢听听好，庆祝啊30多年。这个我印尼的道场11月10号，听说了现在人报名的已经超过1000人，法师来的人呢已经将近160几位，哇，这是很大的面子啊！所以我们这个道场没有办法容纳这么多人，所以在我会面啊，那个当那个道场，选择将来的大堂的。虽然这个这次雪梨进修学的同修，而且雪梨今天今年也是建立60周年，那讲来讲去啊，雪梨进修学院跟我们有缘，对不对？今年我也30周年，很好，非常感谢我们雪梨同修这些我们的干部、我们的义工、护法，这几年下来过来扶持我那我不耽误大家的时间，我想跟大家来讲一讲，因为既然心度啊，你的心度的意思啊，就是感恩的意思啊，就是感恩的意思啊。我们的而且啊，用感恩的心态来感谢一切众生，所以我在里面讲的是化报自产恩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是什么呢？感恩呢？感恩呢？第二个呢？老师的恩。第三个呢？国家的恩。第四个呢？没背过。好像很辛苦，那我今天跟大家讲一讲我的因缘，出家的因缘。20年前，我心中的多的作用就是多的力量，不是我的父母。20年前，我多的这个心中的还最基本的不是我的父母，这是我心中我的宗教信仰，在我的心中里面是我的排名的。
为什么这样？
没必要的。那因为弟弟往生了，妈妈不能接受，母亲不能接受，所以啊，师父啊，走到哪里，妈妈的善念就带到哪里。什么原因呢？感恩嘛。所以，当他不能接受这个情形，母亲发个愿往生。如果往生不吃不喝，每天哭，抱着照片，躺在床上，这样生活非常的痛苦。后来呢，是因为我自己本身，因为我的了解。因果不能了解啊，我要怎么样来报答母亲之恩？所以，我表姐给我介绍地藏菩萨的愿解。有地藏菩萨的愿解，学了之后才明白，原来一切法，不管你取什么样的法门，你没有教定的根基。你的那种菩提心，你的爱心很难写出来的。后来啊，听了这部经，经过我们师父的教导，我来选择什么呢？选择出家。我出家了，发愿了五年。五年之后是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有女朋友啊。五年之后，出家之后一定要来生，因为我跟我父亲答应了，还有跟自己的女朋友也答应。我现在的这个女朋友是医生，是妇科医生，在娘家的，她在那个医院呢，很大的医院上班。五年呢，出家。我出家之后回到家里啊，妹妹一打开门啊，以为我和尚庙里托钵，他就跟我说：“对呀，他不认得我。”我还想那个时候我很神奇，那个朋友跟我说：“哎，对不起哦，我们找别的地方。”他叫我别的地方化缘，我们家里哦没有这种事情。啊，后来呢，我说我自己不知道。他看到我光头露出下巴，他不是吓一跳了吗？因为我在大堂躲三个月，躲起来三个月，在里面专门听这部地藏菩萨的演讲。每一天念地藏菩萨的名号，每一天就是用地藏菩萨的名号功德回向给母亲。这个奇妙的，这个奇妙的，这出家地啊，逃离啊，孤身者，一方面呢被父亲一催，一方面呢被女朋友一催，你想一想。谁不想结婚呢？过一个幸福家庭呢？生一个一二个儿女家的过生活，没有人不想不要的，每个人都想要。谁像这样的出家，什么都不能看，只是不能吃，有多少人唱这也不能，你唱了也不行。我今天我在这边，在举例医生学会来说。我来唱一首歌，唱什么歌？唱一个往往是喜欢，对不对？什么东西？以前喜欢吃猪肉，连猪肉都不能吃；以前喜欢看电影，就不能看电影，我非常喜欢；以前喜欢跟朋友出去喝喝一点东西、聊聊天、讲讲话，出去玩一玩，
尤其是海边那个碱水，我们喜欢就这些活动。所以啊，常常是跑去出国去玩，出家什么东西？这打什么东西？你看，你不能放屁，你不能吃肉，你不能看电影，你不能跳舞，你不能唱歌，什么都不行。你想一想，整个360度转过来的呀，来走这一条路不容易啊。所以啊，经济的基础先放着。我们师祖上人所讲的，今天出家人有没有修行，不要管他们。最重要，我们的恭敬的心，对三宝一定要恭敬。今天他不休息，没有好好休息，他能够穿这个袈裟，已经不容易了。这是真的。所以对三宝必定要恭敬，不管他有过失，怎么样的过失，必定要恭敬。为什么？人非圣贤嘛，修能无过往。只要他还是那一天，还是凡夫，还是凡夫的身份，这个过失很难避免。他是我们佛教教我们，不怕灭其，只怕举止。叫我们必定要用这个心来，每天不断的来反省，求有不得，反求自己。每天就是这样反省自己，我哪一点有过失？我做哪一点事情对不起别人？我做哪一件事情有得罪别人？就是这样的反省，每天不断的反省，提升自己的责任，怎么样来对待一切人？就是这样学佛，我们出家也是这个样子的。因为什么？我常说，学佛的人首先必定先学做人。你今天连做人的理由都不会，你怎么学佛？你怎么能够来念佛求个净土？那不可能的事情。